莫姐，方先生问你去哪儿啊？去三医院，快点。开车。我叫柯莹，也是风先生的未婚妻。确定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。不见你会想我了。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。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今早我来接你。不必了。不用跟我客气。学习。